来，我跟你讲吼，阮人客吼，看这小姐啊，大家唱歌吼，拢这么好听，是冻袂调，要先去遐挨一下安尼哦。好，你先休困，等下啉一下，你啉一下，这个75度的，等下再搁来。75度的啊，我等下我着转来咧。我75度是规身躯消毒的。哦，是啊。85度的，这就我着转去。你要问啥物吗？啥物？你有一个酒叫放我的。好，我来我来。刚刚我们是85度7啊，哎呀，黑咖啡啊，我连那边都是困袂起种的，我小就怕咖啡安尼话，唔好啦。你先休困一下，我先介绍人家。好好好，你好。叫什么亲戚？我这边孤单啦，叫什么亲戚？老师，你个音啊，输入可输入就挺好啊，来来，好不输入？你滴，你计算来算去，咱袂多点，你就直接猜呀就好啊。有啊，你讲的啊，你讲的。KTV 的部分就是暗茶吼，我先安排辣妹来敬酒，咱等下咧 KTV 再甲你做一下暗茶。来，非常安排我们的甜心教主，好听的歌曲献给大家。哎，我水果，你啊，这个唱歌曲吼，唱完我等下再甲你安排吼，你讲的我拢有听，我拢记，我等下甲你唱吼。来。
谢谢。